聊到了。今天是鬼子我本人的话。拍你们尽量拍好，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们就拍咯，好，就自然一点，不是像啊刚才那样，哇，每个人都要笑。是。这个北京老师用玻璃瓶啊，就是说不受水灾的影响。这个叫玻璃瓶。啊，玻璃瓶。它是另外的化肥。那么如果你种在泥土哦，就是那个泥土肥沃不肥沃？那么你放的肥也是在泥土。这个没有了，这个的肥是用啊浇好了哦，用八毛直接打来的。人无就不会话。无土，我讲嘅是土，你话百分之无土，我按下我搬咗啦。不可思议啊！你爸爸现在以为？你爸爸现在以为啊？啊，我反正就讲咁多。嗯。我连工听，我听阿伟讲，我就做查某听。老师，我吃饭嘞。
哦，老了。刚刚就上啊，那面墙去啊，咱看这边。那如果再看这个东西，哎，这看这个。你看啊，咸椒这嘛叫咯，哦，叫是叫做 H 端啊，啊 ，OK 啊。一般是鱼还是粉呢？一般等的，肯定会很快就刚刚去看。这边的干不多，哪里看像的？所以我人阿哩去做，就是讲爱听，爱做哩成功无成功唔知了。成功无成功唔知。我你家杀无姑娘是不是？啊？我你家杀做无姑娘啦。老师，我跟你要去。啊？搬呀！啊，你后日来看对不？Ini baru petik punya lah. Wah, fresh oh. Okay lah, kita bisa main. Bisa main ya, saya kira. Haa, tak ada saya tu ya. Nih, lu ke kuih tipe gitu. Nih, itu buka ini ayat lah. OK， 好。你们会听华语吗？会。这个水哦，我们婆婆大的泵，我们那边呢有一个啊，几十个一个的泵，所以我们去那边的水，放在这个这个里头的泵，也就是说我们储水在这边了。然后这个水啊，我们用那个泵来走着，去这个水上去那个上去。全部的当地，然后当地里面呢，我们放肥料。哦，用这个。放肥料，放药，然后时间到我们开店，然后就吸这个水就够了。啊，它从哪里出来？好来走来。这里面呢、哦、有跟天桥的一样。啊。那些村落。笋草啊！我啊对，我终于记住了我，你把面煮出来吗？阿廖我，你煮的米啊，马路我分给你。阿廖我，你煮的煮的啊？喂，老板队长啊，你叫人啊？
我们在听老师讲课。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人生非常重要的道理，夫妻相处之道，就是不只要爱对方，也要爱他所爱的，就是他的父母，那么你的婚姻才会幸福美满。老师请我们吃北马最好吃的大阪粿条， Yummy。陈老师的五酱菜园。喜欢我的视频，请帮忙点个赞和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请订阅哦，谢谢。Terima kasih。